一个成语我翻不了，就是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八球瓜头耍来，我的生命都不知道要怎么说。这人世间只有两人会使，一个是咱的罗老师，一个是咱台南的梁介兄。对，你了解吗？也不需要勉强翻嘛。八球竿头更进一步，哎呦，啊，精益求精嘞。精益求精，精益哦，听起来怎么像精益啊？哎，我才理解。精益求精，我说听起来像精益啊。如果真的精益台语怎么讲？小，不要说法，说法要怎么说？当老师笑到穿了。我在金堂。那金虫吧？哦，是内底，内底物件。啊，无变哪讲？买你买又讲你都讲鬼啊！嘛是赶快经营啊！好来，好像是哎。